没有约会。哦，你看起来好讨厌哦。只要是女生都要拥有这个，是不是看起来超无害的？它带点那种粉橘跟粉咖的那种感觉，超好看哦。这个色，而且它真的很舒服哎。对，穿的时候真的就是是觉得有人往后抱住你的感觉。这毛衣版型极致好看，极致好看，什么不用说，直接09加1。燕麦白色，然后还有灰紫色，然后还有粉色。它的紫色我发现它是有做这种混毛的混色的，它的版型很漂亮，是带点蝙蝠袖的前短后长。对，所以这个就算假设你是那一种肉肉的女生穿，其实它也是可以修饰身形的、哦、后面有点 V 领有没有，其实它就是这个 V 让你看起来视觉上效果又更瘦了， S 到 XL 的都可以穿，有一点点厚度的毛衣了，我觉得就是 2.5 吧，穿 2.5 分厚，然后就很适合这样子搭。好美哦，跟摆也是好看啊，然后又露出那个肩带的感觉。对。